谢谢你们还在原地，先做个小小自我介绍。我的名字叫做郭俊宇，大家可以叫我小郭。我今年20岁，我来自屏东，练习特技已经10年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从小五小六9岁10岁那年，我就一个人遥远的从屏东到台北练习特技跟读书。就这样10年过去了，如果没有那些苦、那些累、那些伤，今天也没有机会站在这边，把我的青春、把我的童年、把我的10年，在这一刻献给愿意留下来陪我到最后的你们每一位，希望你很喜欢。表演，我的故事就在这里告段落。表演是我的兴趣，表演也是我的工作。祝你们中秋愉快，谢谢，谢谢。